续我们第三局飞天魔球。好，现在分数侯廷三分，石哲豪四分，孙杰志哥三分，三分要加油。孙杰志哥，杰志哥，好，侯廷你现在要选哪一位帮你做头球？我选君君好了。君君来，君君请座位。一样，我们大概维持30秒的时间，现在只有三分，所以君君加油，不是乱投，每一球都要投过去，好不好？30秒来连住更多个，看看能不能至少连住10个，你才有机会。你要跳高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准备音乐。七颗，君君投得很好，不错哎，挺好的。对，争取到7颗，还是输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侯廷三得到7分的高分，但是你已经被淘汰。中正大学的侯廷已经被淘汰出局，因为他的10分还不够，14分的。那现在14分的，我想14分的留最后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孙杰是先就位，我先来啊，压力也不会那么大，好不好？先被淘汰了。不一定啊，拿个10分那不一定会输，对，拿10几分应该可以的，试试加油。谁是您就位的？谁是？哎，选谁？我因为刚刚君君投的非常好，我也选君君好。好，厉害。你简单讲，两个都死在君君的手里。好，君君您就位了，来音乐。五颗比刚刚少很多了哈，来看一下。杰志哥很辛苦得到了5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为止呢，有我们的石头以14分要拿下 MVP 喽。好，谢谢摄影师，谢谢君君。那接下来石头，你现在目前已经 MVP 的一个分数，接下来是累计你更多的一个奖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石头来请就位。这是我们今天的 MVP， 雷静更多自己的分数，你要选谁？小米，是吗？怕他太累了，慢慢来。太累啊！终于到最后才知道，原来你想要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OK， 都就位了，来音乐。弟弟听到了妈妈的话，谁会？刚刚你们有听到吗？请问爷爷、爸爸、弟弟啊，在听到妈妈的话的时候，谁会流眼泪嘞？那当然就是爷爷。爷爷，因为我唱一首歌你就知道了。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深深泪光。就这样了。OK。对，好了。那十几分，加油！加油，小心！
韩馒头这个头不好，它已经三铁的，太轻了，对呀。OK， 来看分数。第一站过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哲豪呢以17分拿下今天的 MVP。快来计算，好，所以恭喜我们的石头来参加墙头 bingo bingo。好，我们恭喜我们石头，好，带了10000块的奖金挑战，九宫格，一条连线有10000，两条连线200。来介绍投手大来宾，欢迎王嘉诚，这边好。网络上面骂得不得了，为什么骂？因为太厉害了，继续厉害下去好不好？应该的，对。OK， 石头，你在这一局当中里面就是要拿出实力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客气，5号先把它打下。OK， 拿球。Yes， 有。可以接受2号，力道准度都要够，来，加油。13可以做连线，1号 ，OK。嘉豪加油！有在量那个准度，控管你的力道，力道还是要拿出来哦。来几号？3号，3号。他专业的 ，OK， 他现在3号有5号，如果他做7号连线的话，基本上你已经不能做任何一条连线的石头，所以你要防的是7号的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7号，好，出手有点快了一点了，他有点慌了。对，如果7号打下来，就守住今天10000块奖金了。4号、6号、8号、9号都是石头打下来，不能做任何一条连线。那我们现在10000块的奖金折半，你先让孙贤士啊，对，你帮他投一球。如果他进，你帮他进的话，我们送到5000块奖金。进哪一种？随便跳一步，往前走跳一步，大步一点。多大步？随便你。OK。那么近也不见得投得进。5000块奖金，加油加油！投进送给石头。哪里都可以吗？都可以。要打掉就好。哎，这一步好。可以。加油！3000块，打掉。今天我觉得反而进压力大，进越近越近越难投。对呀，OK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守住我们的奖金了，漂亮漂亮。